一眼这种天才地宝所在之地，这温泉水面上竟没有任何有温度的气息。 雪蚕，冬虫夏草中的极品。雪蚕，这是朱砂莲，居然能长得这么大。这是，又像绮罗仙品。 《玄天宝录》中最后能秘录中记载的最好的防毒仙草，在它所在的范围之中，任何毒物皆无作用，其香气有中和百毒的作用，可惜没有解毒的功效。 不管那独孤博究竟守不守信用，我都必须要自己留条后路。